嘅人咧講可唔可以特別好聽，佢就係劉德華，可不可以？可不可以？作曲 Tony Tam， 作詞簡玲，編曲杜志慈，監製周章。黯然記起那日黃昏，含着盈淚眼共你分手。此時這刻，你在何方？為何埋沒了柔情絲縷？輾轉深秋，让爱意在等候，只想你又再与我在一起。尽管分开千里，仍然怀念你。无奈冷风里痛悲，如清风可告知，如天空可告知，恳请你万里送上我心事。情写的千句诗，万个爱你的字，交给你可不可以？远望晨曦，怀念曾共你梦里一起。可曾记起往日情深缘分，流逝了亦难抛弃。辗转深秋，让爱意在等候，只想你又再与我在一起。尽管分开千里，仍然怀念你。无奈冷风里痛悲，如清风可告知，如天空可告知，恳请你万里送上我心事。曾写的千句诗，万个爱你的字，交给你可不可以？彩云远飞，远望晨曦，怀念曾共我热爱的你。如清风可告知，如天空可告知，恳请你万里送上我心事。曾写的千句诗，万个爱你的字，交给你可不可以？清风可告知，如天空可告知，恳请你万里送上我心事。曾写的千句诗，万个爱你的字，交给你可不可以？如清风可告知，天空可告知，恳请你。多谢，恭喜晒 Andy， 哇！恭喜晒刘德华，恭喜晒你。慢慢啊，吓攞咗个枕头先，有个名嘅，佢话俾你听嗰度，系啊，个公仔，跟住有幅画，哇！令你等石，令唔到我帮帮你吓。
我幫你拎一個啦，好嗎？係。嗱，個獎咧，你都要嗨下先。係，我幫你拎個公仔啊，最中意。即係咪冇話幫你拎喎？你俾咗佢先啊？係啊。拎住個公仔。拎住。喂 ，Andy 啊，我想問下你啦。咁你情感的禁區到而家都五年日子啦喎。係啊。到今時今日先攞到第一首嘅入選歌曲，咁你嘅心情今日係點咧？我又唔敢開心啊，因為今次都季選啊嘛，算係小考嚟嘅啫。嗯。未到大考，如果而家開心咗，大考唔知點算咯。哦，我只係知道有一樣嘢就係、是、只要有恆心，屋企張碟都會變白金咁。幾好啊！呢句又作得幾好喎、啊。但你白金咧，唔淨止喺香港啊，你連喺韓國都白金唱片喎、啊。哇！你發展啦咁好喺歌壇方面咧，會唔會諗住不如戲影重歌啦？諗住即係專心發展唱歌，開演唱會咁啊！冇拍戲唔得唔得。點解？我希望兩樣都好好噶嘛，可以做到。哦，咁樣。嗱、我知道今次可不可以咁成功咧，都要多謝好多人嘅。你自由發揮，多謝下啲朋友好嗎？自由發揮啊！係。多謝多謝我嘅歌迷啦。啊！佢哋話一定可以嘅。咁啊，多謝我媽咪啦。嗯哼。多謝我爸爸啦。多謝我唱片公司裏邊。你仲有好多親戚嘅，聽法啊。係啊，我驚啊！我開始驚。我舅父啊，你啊，佢啊，大家，總之多謝曬咁多人。喂，我哋排好後啊，好敷衍。恭喜曬你，就可唔可以得獎啊？好，珊珊啊，點解唔記得雷雨陽嘅？我唔係好知佢去咗。